哎，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又是吃爆香港的时间了。今天、前两集没见到大家，今天呢在这里回来主持这个节目，也都继续跟善仲佳拍档、有善仲佳一起做我们的主持。今天我们请到一个很有地位、很有声望的人，一阵等他自己介绍他自己。黄大仙区差不多是人都认识他的了。胡志伟好像上一届选举区议会选举是07年的时候票王，全港票王，是吧？咁所以呢，即是一个地区很多人识啦，香港都很多人识啦。胡志伟，你介绍下自己先啦。我在黄大仙区议会做嘢啦，咁就都选上立法会嘅，咁希望向你学习。喂，客观啲讲讲喂，你应该好发达噶，你嗰个负责嗰个区叫咩啊？鑽石山喎，係嘛？哇，係冇廣告都賣嘅，講話白山隔山賣牛嗰個地方啊，因為廣告咪咁樣樣嘅。係咪富山村啊？我喺富山村。富山村即係係咪即係富有個富啊？富有個富嚇。咁富唔富有嘅先嗰啲人？個社區其實都 OK 㗎。其實啲舊屋村咧，坦白講，即係早年嘅公屋咧，真係積累咗唔少嘅係購買能力。咁再加埋咧，喺富山村嘅規劃就好好嘅，因為佢富山村旁邊就居屋啊咁樣樣，咁所以好多嗰啲富山村街坊咧係可以財富積累，跟住就旁邊嘅係仔女喺度住，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社區，亦都係我覺得啦，係真係實踐到咧政府成日想講就係我哋要令到啲老人家能夠係留喺個社區安老嘅一種元素、就係有一個 mix 嘅好嘅 mix 嘅社區，一個混合嘅模式。喂，咁我問多一句先。黃大仙俾我嘅感覺咧，當然咧，獅子山下啦，是啊、就係第二咧，就係以前好多蒙古屋，咁而家咧就變咗好多即係屋村，即係好多蒙古個年代已經好耐好耐啦，好耐啦，好耐啦。咁但係咧就係、是、都係相對都係全港，即係當然你話又鑽石山又富山，但我俾我感覺唔知係咪錯，都係一個相對全港嚟講係比較相對都係貧窮嘅區分係咪咧？用全港嘅角度，如果用全港角度嚟講咧，嗱，佢準確啲嘅説法就係佢公屋好多。即係公營嘅房屋係好多，有八成幾咧係公屋啊、居屋啊呢一類公營房屋。你嘅意思喺黃大仙嘅人口裏邊有八成以上嘅人係住喺公共房屋裏邊，包括居屋。係啊係啊，好犀利喎！好犀利㗎！你其實你如果你問一問自己，數一數黃大仙區幾多私人樓盤啦咁樣，冇幾個啫，數下手指數曬嚇。咁所以其實都係以公屋為主。唔係紅區嚟㗎係咪嗰度？紅區啊，當然係啦、你知九龍東從來算唔算井崗山啊？嗰度人哋井崗山，人哋強區啦，人哋嘅強區啦。咁但係我哋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努力經營啦咁、所以其實你咁點解喺紅區可以做到票王咧？俾心機做啦！我成日都信一樣嘢，人心肉做嘅啫咁你唯有信呢一樣嘢，因為如果唔係咧，我成日都咁講。如果你唔信人心肉做嘅，你係淨係信話人哋派嘢就搞得掂嘅咁。唔使做噶啦，唔好爭取民主添，因為共產黨喺成個大陸有咁多13億人，有咁多資源嘅話，你點會爭取得到啊？係嘛？咁所以我自己係信呢樣嘢，就係一定要身體力行啦，一步步去做。咁係做咗幾年區議員咧？我做咗市政局先嘅，我1995年做市政局，跟住就做即係一贏贏咗市政局，咁唔好做。我輸過區議會先嘅，我輸過區議會，跟住贏市政局。即係1994年就區議會輸咗啦。係啦，係啦。咁你就1995年做市政局，系啊，就做到殺局啦，殺局咯，系啊，到依家啦，咁跟住就轉咗去做呢個所謂第一屆嘅係區議局嘅區議員啦，區議會，佢而家叫區議局啊嘛 ，district council 啊叻啲嘅，唔係唔係，中文都係區議會嘛，啊咁啊叫區議會，中文都係區議會，依然係叫 DC， 介紹咗 DB 啊嘛，係啊係啊 ，B 變咗 C 啦而家，啱啱我降級係嘛，話就話。增加呢個地區實力、地區能，即係嗰個嘅係管治能力咁，但係其實實質上降級都啱嘅呢個。我咧細個咧其實喺慈雲山大嘅，係嘛？係啊，慈雲山十三太保時期。哦 ，OK， 真係嗰個時候劈過油啊！你即係好耐啦，好耐劈過油啊！你我就冇見就有。咁你都粗流你粗口㗎啦。應該得㗎，即係起碼完全理解到啦。咁同埋舊陣時咧喺上邊喺樓上邊行落嚟咧，好多陣時都會十幾層樓，如果唔搭 lift 行落嚟咧，轉角位總會見到人哋。應該是火柴盒、啊、真係最緊要啦，真係乜都有啦。嗰度當然而家重建曬啦。喂，咁你有冇買過字花？冇，我細個雖然我又住過，我買過，幫阿爸。我住過城寨，係我住過獅子山黃屋區。哦，係咩？真㗎，咁跟住咧，我即係而家天馬苑嗰度喎。天馬苑唔係，而家我住嗰度咧就未拆，未拆。而家嗰陣時，而家仲係有啲殘留嘅古蹟喺度嘅。獅子山公園有條樓梯仲可以上到去嘅嗰個位。咁天馬苑就後來燒咗嗰堆啦嚇，馬仔坑村嗰邊啦嚇。咁啊，跟住我又住過九龍東啦，住過順利村。咁咧，住順利村就開始我哋叫做係
得到呢個公共房屋嘅支援嘅時候咧，就可以定落嚟生活啦。所以其實我哋都好感，即係好感受到，就係市民成日都好想咧，就係安居呢一個。啊，呢個我同阿胡志偉真係好感受到。我又係即係喺慈雲山，其實嗰段時間咧，嗰間屋唔係我哋啲親戚嘅，到我真係申請到公屋啦，我喺愛民村嘅。嗰種安居之後咧，啲細路可以安定讀書，真係住定咗。大人可以安定咁翻工啦。嗰種安定十年到咯，個屋企就會慢慢穩定。啱啱。廿年到咧，喺當然喺七八十年代嘅香港就會有呢個跨代消除貧窮呢樣嘢出現啦。真嘅喎，係咪啊？你經歷？我同意㗎，同意。而黃大仙區好多人，我諗都經歷呢樣嘢嘅。我八十年代先至上去順利村去住，咁之前個日子都係兩三年要搬一次屋，兩三年一搬一次屋。咁搬屋對我嚟講好平常嘅事嚟嘅。哦，即係喺嗰啲平房啊、木屋啊咁樣搬嚟搬去。咁我好彩過你喎，我就六四六五年咧，即係早可能大過你啊。六幾年我就已經入咗葵涌村。係啊。哦，你早入。所以同學都係咁㗎。我啲同學咧，譬如早入咗公屋嗰班咧，整個環境係會比我哋係即係安定啊。安定啲嘅。喺嗰個資源運用上邊咧，係可以做啲規劃嘅。係，冇錯。咁所以你提到就係話，黃大仙雖然嗰陣時係好多舊嘅公屋，而家重建曬，但經過咁耐時間，都有某程度嘅購買力，同埋。好多兩代人或者三代人喺呢個區長大，而且啲仔女係喺父母嘅身，即係周圍住咁樣樣啦，係嘛？但係而家又有另一個問題，因為始終就黃大仙咧人口老化，我哋如果你講人口老化咧，就真係 number one 啦，我哋跟個個而家全港13%，18%，呢個黃大仙定係富山村？黃大仙啊，咁高過香港，全香港望十三啫嘛，13-14%啫嘛，18% 係即係老人家，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認真行，喂，咁你個辦事處咪日有人問你幾錢派幾時派六千蚊？梗係有啦，梗係有啦，我哋都要準備22號，可能要盡快，希望凌晨攞到張方落嚟咧，準備好22號之後就要準備派方，要做呢樣嘢。我諗啲老人家要你幫佢填埋添啊，手多嘅，我哋都預計係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你政府連嗰下都唔肯做，死都話即係嗰個私隱問題啊，堅持就係話唔可以跟呢個三個金派啊，咁其實都即係。其實令到啲老人家麻煩嘅。好多嘅，我哋都以前訪問過一啲唔同嘅朋友啦，都係啲老化咗嘅區裏面。老化區通常都提好多問題嚟，醫療啊、房屋都係老人家。黃大仙區即係呢啲都係走唔甩嘅啦。典型問題啦，老人家即係以往佢哋朝頭早晨咁早去排隊，咁後來就換咗做呢一個電話預約。電話預約咧有個好處就唔使佢哋三兩點鐘就走去做晨運去排隊噶啦，咁但係都仍然咧係始終就係而家好多老人家咧係獨居，一個人屋企住，咁變咗就係如果係冇其他嘅支援嘅話咧，就令到佢哋喺嗰個打電話呢個過程咧都有好多嘅論盡嘅嘢嚇。論盡在咩咧？答唔到啦，最 common 嘅最 typical 就係、是。請按如果講廣東話咩一字二字三字啊，咁跟住又撳一大輪嘅。咁雖然其實都要話翻轉頭，事實上真係已經喺嗰個撳嘅系統咧已經改咗好多嘅啦。咁但係咧就對老人家嚟講啦，撳係難噶嘛，同埋一個冇真人對聲。喂，志偉啦，喂嗱，你係咪社工出身㗎？我唔係社工，你唔係社工啊？我讀經濟啊，讀經濟㗎，跟你嗰個經濟小組嘅，不過啊，唔知我有感覺，點解你又搞老人中心嘅？你又唔係社工，又搞老人中心？唔係嗰個就反而係一個歷史因素嚟嘅，因為嗰陣時我幫林佩成醫生手，咁林醫生就即係我哋啲前輩咧，好早已經覺得就係話咧，社區即係要工作，社區工作時候咧，其中一個就係你可以透過建立一個社區中心咧，係去凝聚咗啲居民啦，嚇，同埋都係可以從中咧，係透過獲得政府資源嘅時間咧，將工作做得更加好咯。咁啊，林醫生就留咗一個老人中心俾我哋。咁老人中心後來都我哋覺得就係話，即係原有嗰種撥款模式咧，就唔係太過係理想啦。所以咧，亦都係後來做咗一個叫做係自負盈虧。喂，唔好意思啊。頭先唔記得咗提，要熄電話，熄機先 ，off 咗呢個先。
啱啱講到嗰個留低咗一個社區嘅老人中心，係啦係啦，咁、那個老人中心但你就轉咗嗰個資助方式，係啦，轉咗資助方式，咁就社福嚟處資助。以往我哋就係社福嚟處資助嘅嚇，咁、哦、即係嗰陣時八成資助嗰個時期，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後來我哋覺得就係嗰個資助模式咧，其實係約束咗嗰個係老人中心嘅係發展嘅方向嚇，因為好多限制，同埋因為我哋轉唔到而家一路講緊嘅嗰個係鄰舍長者中心。哦 ，NEC 嗰種咧，因為 NEC 其實 SCE 轉唔到 NEC， 係啦係啦，因為解下咩叫 NEC 啊 ？SCE 咧就係叫做 Social Centre for Elderly， 就係舊陣時嘅老人中心，就咁叫老人中心，活動中心，老人嘅活動中心嚟嘅，老人嘅社交活動中心 Social Centre， 咁就政府嗰段時間就冇全資助嘅，早期得八成資助嘅啫。咁後來政府係改組咗整個長者嘅服務嘅，例如近時嘅老人社區中心改咗名做即係 District。center 啦，即係地區中心。地區中心。咁呢啲嘅 SCE 咧，老人嘅活動中心咧，就變為一個鄰舍長者中心啦，呢個 NEC 啦 ，Neighborhood Elderly Center。咁呢啲行內人先知嘅，原來社會福利界好多呢啲咁嘅簡稱嘅，就係咁啊，即係懶 pro 咁，其實唔 pro 嘅。唔係，但我覺得咧，點解你轉唔到咧？但係因為我哋係單頭啊嘛。我係單頭，有人俾轉啊嘛。同埋我哋其實 board 傾過咧，即係林醫生我哋傾過咧，就係。其實那個長者服務的模式咧，係應該朝嗰方向走的、嗯、因為多啲咧係，因為其實我哋見到有好多咧係嗰啲隱蔽長者、獨居長者，咁其實佢係需要嘅就唔係佢落嚟揾你，落嚟揾你嗰啲咧，我哋議員辦事處隱蔽青年，我聽得過，隱蔽長者都有好多好多，佢根本就係、是、即係總之匿埋自己屋企，有自己嘅世界，又唔會揾尋找嗰啲需要，所以你成日聽到咧，突然間見到就係某個單位有個。即係老人家漚咗一個禮拜都冇人知道，其實好多時就咁樣的背景啫嘛。嗱、嗯，我哋嗰陣時都分咗啲長者，有啲好活躍，自己會落 center 嗰啲咧，其實你唔使太咩，佢好活躍。唔使擔心佢。唔使擔心。咁另外有一啲佢唔去 center。即係其實咪應該叫做 outreach 咧，即係老人外展服務咁上下咧。所以 NEC 就有呢一個功能。佢就可以做呢一樣功能啊。因為佢唔係淨係一個 center base 你嚟。係啦。你係可以去外展，外展都分兩種喎。有啲老人家佢唔去 center， 不過喺公園，咁你去外展去啦，咁你都揾到佢啊。佢講嗰種係仲犀利，佢根本唔落街，喺樓裏邊，留喺樓裏邊。但係佢有好多需要嘅，但係佢連街都唔落，咁你就真要好主動咁樣入去。咁所以我哋當其時嘅諗法就係話，與其就係夾硬攞住八成嘅資助去做一個係即係活動中心，就不如將呢一個八成資助咧係同另一個機構咧係大家共用資源，就讓佢係轉型變成一個係即係我哋叫做。頭先講呢個 NEC 啦，佢轉咗做 NEC， 佢轉咗 NEC， 咁我哋騰翻出嚟咧做我哋自己嘅一個 self-finance 嘅 centre。咁而家我做咗係個中心，其實主要係做一啲長者嘅社區資源中心，嚇、搞啲電腦班組啊、圖書館啊咁樣喺裏邊。咁嗰個其實就某程度上咧係 bit 咗，即係啱係承接咗一啲社區裏邊咧啲服務不足嘅地方。啱啱你去滿足咗一啲所謂 service gap 啦，啲服務嘅空缺。係啦，係啦，係啦。咁而我覺得。嗰呢成個制度裏邊咧係有一啲唔公道嘅，就係當你一個好靈活性一個單頭嘅機構，所以單頭即係得一個服務中心嗰啲，咁就佢又唔俾你轉做 NEC 嚇，你話你唔夠資源，唔夠即係基本中央嘅支持，咁但係呢啲機構其實有靈活度就啱啱可以滿足到呢啲服務嘅空缺啦。都要你係即係夠膽跳出嚟嘅，因為有啲就會覺得，不如繼續係食住嗰個係八成資助啦，咁咪可以係即係安穩啲啦，安樂樂。咁但係我哋其實董事局嘅諗法就覺得。或者我哋當時成班同事嘅諗法都覺得就係話，與其繼續咁樣做活動中心嘅話，就不如就係即係跳出呢個框架去諗下啲其他嘢。我就忽發奇想，其實肯咁樣樣跳出個框架去做一啲真係切合社區嘅服務，特別老人家服務，喂，同你做票王有冇關係嘅？會唔會人哋係欣賞緊你？即係而家你哋個所謂嘅老人中心係完全冇政府資助，冇政府資助嘅或者有少少 rent and rate 咁樣啦 ，rent and rate 嘅 reimbursement 啦，即係個租金嗰個係差餉嘅係一個係嗰啲叫咩 reimbursement 即係佢都係資助實報實銷，佢有實報實銷咁樣樣咯。但係嗰就好細，即係相比成個營運嘅需要嘅話，就好細嘅數目咯。其實喺黃大仙區唔止佢呢區嘅，我知道有另一區嚟彩雲區有啲家庭服務啊，有啲其實都係用緊一個咁嘅 self finance。而家多咗好多，因為佢而家用緊 lump sum grant 啊嘛，咁變咗就有好多機構咧，其實就為咗要係。滿足個服務需要嘅時間咧，係喺社會上面尋找資源，然後咧就做一啲呢一類嘅係 self finance 嘅服務。喂 ，hea 咗咁耐，其實入主題啦。好啊。其實點解揾你呢？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因為咧你係即係雖然你係有參與一啲即係公職啦，但係其中一個原因咧，你都係
比較長期咁樣做老人嘅工作。咁、而實上咧，就即係我哋有時都會喺度講，喂，香港為即係老人家嘅退休準備嘅工作做得好少，即係香港整體成個社會啊，或者又甚至無咧，就你見到香港而家好快啦，而家講緊你2029或者係2030年度咧，就香港全港有25% 係65歲嘅老人家，即係四個有一個。而家咧嗱，今年係2011啦，即係大概係20年鬆啲，未夠20年嘅，其實即係十八九年度咧，就會由而家嘅13未夠14，就去到25%。咁其實即係點講咧？而家係1/7，嗰陣時係1/4。係啦，咁同埋咧就當然咧，即係如果你講商機，而家啲人開始講銀髮經濟。銀髮經濟係啊，銀髮經濟。嗱，唔好講銀髮經濟揾取嗰啲啦，其實老人家我一般嚟講一般嚇，個 purchasing power 即係個購買能力都係弱啲嘅嚇。但係即係睇下點啦。但係老人家如果有啲啊，即係可以咬糧啊、搣啊，或者係呢一個即係收股息啊等等嗰啲，就可能好啲。咁但係我哋反之一般嚟講咧，就可能就由於過往個香港發展嘅關係啦，老人家可能個退休生活可能都係比較一般而言都係比較就算不用坎坷的字來形容，因為為什麼呢？香港都是一個環社會，都不少不少的後生仔呢，即好像我那樣，我不知道是不是，楊林都，我都要撐住我跟你好像差一年，都是叫撐住爸媽的，okay？ 即客觀一點，我又講笑不講，就氣下，我媽養我十八九年左右，我養她20多年了，即這樣說，除了這些好像有條件有能力可以看住阿爸阿媽之外咧，嗰老人家一般嚟計，嗱當然啦，你接觸嗰啲都係啲基，即係我相信啊，喺黃大仙係接觸嗰啲相對比較基層嘅老人家，嚇，即係我知道有啲中產老人家，有啲可能富豪老人家咁樣，嚇基層老人家。一般嚟講，你哋又因為你又搞過啲另類嘅，即係都獨特嘅老人嘅中心咁計，你可唔可以描述一下或者總之啊，佢哋一般嚟講有啲咩嘅期盼啊？服務對服務有咩需求啊？或者佢哋希望有啲乜嘢嘅支援啊？或者你見到香港而家喺整個老人服務上面咧，有啲乜嘢地方係需要係做一啲嘅準備咧？咁樣繼續就要熄一熄機先得。我有熄個機先，唔好意思啊，我想熄咗記得。我諗嗰陣時仲加提到咧，就係香港老人家。即整體嚟講，梗係有一啲可能一般嘅期盼，咁你接觸咁多老人家，特別你哋唔係用常規嘅服務啊嘛，其他嘅方式接觸到好多唔同類型嘅老人家，佢哋嘅期盼啲咩嘢？我諗黃大仙咧已經係即係提早進入你嗰個人口老化嘅世界啦嚇。即係香港老人先鋒區，老人先鋒區嚟嘅，而家18% 啫，係嘛？可能好快就20嚇。咁事實上咧，你問老人家咧，其實佢其中係咪全港最高？我諗係全國第一、第二嘅，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就深水埗嘅啦。應該得，可能深水埗高啲咁多。叮咁多，大家都係叮噹碼頭。叮噹碼頭，叮噹碼頭。簡單講就係，如果你用深水，其實三個大區，深水埗、黃大仙同觀塘，就一定係 Doremi 嘅啦。嗯。嚇，咁你兩個喺九龍東。即係最多一個18.幾，一個17.9咁上。係啦，係啦，叮噹碼頭嘅。咁老人家其實幾樣嘢嘅，第一個其實最期盼嘅，你問我最期盼咩？最期盼當然係仔女孝順啦，住喺旁邊啦。真係能夠係互相支援、互相照顧，呢個最期盼嘅。不過你知香港地就即係呢個條件咧，本身就唔容易滿足嘅嚇。咁黃大仙有個好處就係啱啱我哋即係喺歷史上嘅發展咧，就係我哋公屋跟住都旁邊有個居屋，咁再有啲重建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令到就話其實都相當大比例嘅朋友咧可以咁樣即係留住喺個社區上邊。咁係咪多唔多係啲阿爸翻阿嫲阿爸阿媽到夜晚食完飯，抽翻啲仔女翻屋企啊嗰類多多，你落地鐵站係。朝頭早通常嗰度交收點嚟噶啦，係啊係啊，哦，即係交啲仔女俾阿婆，係啊，阿婆嚇，嗰啲係住咗外區噶啦，已經。其實黃大仙區曾經咧，俾我哋香港一啲本地嘅社會學家或者社會研究嘅人咧，作為一個例子嘅啫。有啲外國咧結咗婚就組織核心家庭，咁香港喺住户上都核心家庭，係。但係人哋核心家庭咧就可能美國搬去第二個州，即係同父母真係好疏離，好 isolated 嘅。係。但係香港嗰個唔同嘅喎，就係。住喺個父母附近，個結構好核心，實際上咧擴大家庭嚟嘅。每個禮每朝早咧就喺地鐵交收啊，每夜晚翻嚟食飯啊，禮拜六晚食飯啊，成日一齊飲茶，根本上都係一個大家庭生活。不過住户上就拆細曬，唔同住，但係即係鄰近社區生活嘅。冇錯，同埋佢哋咧其實有幾樣嘢係互相有支援嘅。嗯，金錢上咧夾錢買樓啊咩，係照顧上咧。我啲仔大咗，你幫我湊啊，或者咁啊。另外咧就係感情上面依然係好大嘅支援嚟㗎。
咁所以我諗黃大仙係一個好典型嘅我哋嘅華人基層社區。我就覺得我完全同意阿方你咁講，因為呢一個係你落到黃大仙嘅感受，就大家嗰個 cohesive， 即係大家係比較上係凝聚得到嘅嚇。咁喺呢一點上邊咧，我覺得即係如果譬如黃大仙區呢一種嘅模式咧，其實就正正就係社署成日都講，你要將嗰個老人家留喺社區，一啲基本嘅必須條件咧要存在嘅，係嘛？即係除咗你話成日講服務啊，其實最緊要就反而有呢啲嘅 networking。咁第二個就係、你都唔可以否認，就係始終你喺黃大仙區有咁多公屋喺裏邊嘅時間，有啲老人家係好 deprived 嘅，係好差嘅。咁頭先我哋講啦，即係嗰個佢根本就已經親戚朋友比較少，親戚朋友比較上少，自己嘅經濟資源比較上差，咁啊一定好依賴嗰個嘅係服務提供啦。咁所以喺黃大仙區呢一方面服務提供咧，亦都事實上有好大缺口嘅。你會見到，譬如有幾隊嘅係家居服務隊啊咁樣，佢哋嗰條隊咧係好長好長。哦，即係喺度 wait list 要等佢哋服務。好長好長嘅嚇，咁、所以就幾依賴就係社區嗰個嘅網絡照顧。我唔知道你有冇啲吉啊？即係統計今日唔係考咩咧？唔好講統計，講即係gut feeling，即係講你估，即係你嘅判斷估算。要依賴即係要依賴呢一個所謂公共嘅資源去即係接受照顧嘅長者。在個 18% 裏面，你覺得即真的需要照顧多不多呢？還是會不會這類的是有仔女的照顧啊、撐住啊，那些是已經是三分二、三分一啊，還是怎樣？可以很簡單，不如我們分三堆、一堆就是其實他不是太需要公共資源，即是自己搞定或者仔女搞定，有些都要公共資源撐住下，但基本上仔女可以照顧，有些基本上主要依賴公共資源，即是三堆人、即一些不需要，一啲咧就要啲，一啲就真係主要教佢啦嚇咁啊！不過你可以咁樣諗，因為個數目太大。嗱、我哋黃大仙區人口44,000，有18% 係老人家，即係大概有八萬幾老人家啦。咁你用翻就算係三堆咁樣講啦，即係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嘅比例，咁都講緊係有兩三萬個。我知道，但係係咪真係三分一、三分一翻 ？Roughly 係咁樣。一份可以咁，可以咁。好 rough 咁樣樣，其實係咁上下嘅。即可能三成人咧，就真係搞得掂嘅。但其他七成都要靠一啲。即係公共嘅資源、社會服務咁，我以前有三成係即係。我以前做過房委會，我喺個心目中裏邊印象裏邊咧，有六分一，我唔知道有冇錯啦，我仲記得係領綜援嘅。當然啦，領綜援都係其中攞老人多嘅，老人係老人家，係老人即係嗱，當然有啲即係失業綜援，但係即係你我明白老人家領綜援係多嘅，綜援裏邊超過。三分之二其實係老人 case， 係啦 ，OK， 係老人 case， 係老人 case。咁呢個喺我哋黃大仙區當然係一個係即係一定會係 match with 嗰個咁嘅統計數字嘅嚇、一定係有多冇少，有多冇少，係有多冇少，係嚇。咁有啲人就話咧，即係喺黃大仙區，你頭先提到黃大仙係一個網絡人情味比較緊密嘅地區，但係始終有咁大嘅需要咧，就總有流亡嘅人。好似你話齋，有啲人係即係孤寂、孤獨咗、isolate 咗、隱蔽咗。傳統嘅服務其實未必一定接觸到佢哋，即係特別我睇到啱心關裏邊，係你哋嗰啲就或者有。嗱，你可以我俾少數字你諗下。嗱，譬如你而家社署每一個 NEC 係配咗一個係social worker 咧，係專做呢個工作。專做。佢哋孭緊嘅 case 咧，孭緊嘅 case 可能係講緊50到90隻 case。我諗係50多隻 case， 每個社工計嚇，咁你咪諗下咯。我哋大概有10間 NEC， 即係數曬都係500多。我當你1000隻啦，放鬆啲嘅條數，1000隻計。咁你係 versus 你成個需要嘅話，80,000多老人家，我哋話有三分一兩三萬係屬於 deprived 嘅，3萬裏邊啊，你只係得1/4係隱蔽，你都有排搞唔掂啦。有冇1/4咁多啊？有嘅，因為其實好難揾佢哋嘅。好難揾佢哋，因為點解咧？嗱，你都係咁樣估，用翻呢個房屋署自己嘅長者記錄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數字。房屋署自己嘅長者記錄咧，係每一條村咧，大概有1/10嘅人口咧係獨居長者嚟嘅，已經係 record 到嘅。因為獨居長者，十居長者，即係屋村裏邊。屋村裏邊，而黃大仙八成人住屋村喎。係啊，係啦，咁所以呢個係真係好厲害嘅。嗱咁啊，我哋好明顯鬥到一個咧，黃大仙區係一個發展咗好耐、人口好多嘅區，但我哋鬥到一個好重要的問題就係、幾好嘅服務、幾完善、幾耐歷史嘅社區，其實總有好多嘅人，特別係啲長者係俾人忽略、隱蔽、冇人照顧。我哋翻嚟繼續去討論一下呢一個嘅問題，再繼續翻嚟吃爆香港。
我哋休息一陣先。各位觀眾你好，我是方逸林，繼續跟大家主持《吃爆香港》拍檔的繼續有善眾佳。今天我們很開心請到胡志偉來。剛才我們一直傾，我們很開心傾偈，但是傾下是傾到一些其實真的要很嚴肅面對的問題，就是黃大仙區一個已經發展了很久的社區，很有特色，八成人以上住在同公營房屋相關的房屋裏面，那裏面有很多的長者，這些長者當中的部分很依賴公共的服務、社會服務的資源，才可以能夠有一個健康的生活，可以安享晚年。但是當中有部分他們的需要、他們的要被關顧的等等這些需要，其實有時候會被人忽略，甚至他們是有個名字叫做隱蔽長者，我們找不到，有時甚至接觸不到。我們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而在黃大仙區人口這麼龐大的社區裏面，即是一般關心社區的人，無論是社會服務界的或者是議員啊，其他即是社區服務的人士，怎樣可以真的好好地的去關心到區裏面老人家的生活呢？那我們繼續去在這裡吃爆香港，胡志偉繼續這個這樣的題目。我想問，即香港我即當然我又不是，即我這麼多問題當然都關心，但是老人家我又不算專長，但我也聽過安老事務委員會搞過啲乜㗎？你有冇關注到？即係究竟同即係當然啦，唔係淨係佢，唔係安老事務委員會，亦都有一個叫做陳章明，啱啱新嗰個主席，我認識佢嘅以前。咁咧，而家都識應該話。咁但係咧就係、是、其實安老事務委員會、社福利署好對提供或者整體規劃香港嘅老人服務嚟講，夠唔夠前瞻咧？滯後啊，定係即係已經係有預警足夠啊？等等，你點評論咧？我宏觀跟住再睇翻黃大仙。其實佢有幾個概念喺度提出嚟，其實係好嘅。譬如話，佢覺得長者應該係喺社區安老。OK， 咁但係咧喺呢個安老嘅概念裏邊咧，佢就只係會覺得啊，我留喺社區，然後有啲所謂嘅綜合服務隊啊嚟幫下你手啊咁樣樣嗰種概念。但係咧就唔係好明白到，或者唔係好掂得到咧，就係、其實老人家當我要留喺社區嘅話，其實最關鍵嗰樣嘢就係我能夠有一個好嘅係。支援網絡，支援網絡，支援網絡，嗰是核心問題嚇。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即係政府其實嚟到呢一舊年啦，舊年先至正式喺房屋署下邊咧有一個叫做樂天倫嘅係制計，即係計劃嚇、就是、即係佢分屋嘅，即係配屋嘅政策唔配合，唔配合嘅嚇。咁、我哋嗰時同佢拗好耐，我話就算個後生仔可以配市區樓，想配近同阿爸阿媽住，你都話唔得，你都話唔得，你話我唔俾佢揀咁啦咁啦，咁但係呢個咪同你自己政策有矛盾咯？個政策都話想佢哋住近啲，佢就話你住滿六年之後先嚟揾我啦咁樣。而家樂天倫就咁啫嘛，你住滿六年喺唔同嘅區議會選區嘅話，你就可以話因為呢個原因調近住阿爸阿媽度。六年喎，個阿爸阿媽有冇得近都唔知咯喎，到嗰時。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喺個喺個政策裏好奇怪嘅，即係有時佢又好驚就話有人係利用呢啲咁嘅空隙位，係去所謂濫用社會資源啦。咁但係你應該係解決呢啲有人會濫用嘅可能性啫嘛，就唔應該就係話咧將呢一樣嘢封殺咗嗰個嘅安排咯。頭先胡主席你提到咧，就係黃大仙區特別有人情味，好多陣時啲社會政策咧就係我啲硬件就齊咗啦。拋下書包，1977年嘅綠皮書就已經講，即係要社區化老人服務啦。呢個係最早期嘅，最早嘅嗰陣時啲老人社區中心啊、長者中心啊、DCC 就喺嗰度搞出嚟嘅，跟住發展到而家咁啦，地區中心 NEC 咁。但係嗰啲軟性嘅支援就冇乜人嚟，好似你提到啲仔女因為要判屋搬咗去邊咧？附近會唔會你拆咗我個社區？我根本已經唔熟悉嚇，你俾翻我呢度住咁咪點啫？個區都爛曬咯咁。呢類嘅嘢而家係咪關注多咗，抑或依然係滯後嘅？我就覺得一路嘈一路嘈之後咧，佢有些回應，但係嗰個回應咧其實就唔到肉嘅。咁你想用個講法其實叫滯後啦，即係當一個 concept 提出嚟係啱嘅時候都好咧，因為其他嘅配套咧喺其他部門裏邊咧就擺喺一個唔同嘅 priorities。咁頭先我哋講，譬如你社區支援嗰部分。房委會都是呢兩年才有個樂天倫的計劃啫嘛，係咯，即係房屋嗰邊就已經落後咗啦。係啦，你社會服務界、社會福利界點做都好，嗰邊就落後嘅，係咪？即係做。而事實上，我諗喺我哋中國人社會啦，即係講到尾，如果你話要有效運用公共資源嘅話，如果你唔利用社會網絡嘅，唔利用嘅家庭網絡嘅話咧，你係要花好多好多額外嘅資源咧，都解決唔到個問題，係嘛？點講都好，
仔女能夠就近照顧到，呢、這個一定係好過你其他嗰啲支援嘅，梗係啦，呢個必然嘅事嚟嘅，係啦，啊咁計啦，咁即係客觀啲咁講，唉，做仔女咪做老豆老母嗰啲，唉，寧願個仔女稍微眼尾望我一望，都好過咧出邊嘅人嚟湊我咁樣樣，一定咁啊，咁同埋你真係住得好遠嘅話，佢好難翻嚟望你噶嘛，唯有咪俾錢人嚟照顧咯，咁已經好啫喎，如果窮嗰啲連呢樣都做唔到，咁就會好大問題，你睇到而家黃大仙嘅老人家只會越嚟越老嘅啫，就 18% 整上去。邊啲環節你覺得係嚟緊呢幾年一定會火燭㗎啦？一定會係出事嘅，即係喺黃大仙區。喺黃大仙區往後啦，其實頭先講嗰個係照，即係嗰個所謂嘅係一啲嘅硬件嘅服務嘅，即係追唔上個需要啦。咁呢個其中一個環節係會出現問題嘅。咁另一個就是我哋區裏面其實就是嗰個居屋啊，居屋即係我哋有公屋，但是咧公屋亦都有很多申請限制啦，係嘛？咁冇新嘅係居屋嘅興建啦。咁呢個我諗如果能夠有啲復建居屋嘅時間多過係佢社區嘅物落嘅即係網絡嘅選擇。即係有啲咧，如果有居屋咧，啲就算不是富裕了啦，有啲叫做能力可以啲嘅，但係未必去到私樓。私樓咁樣咧，就都可以靠近呢一個父母啦。咁樣。黃大仙嘅私樓咧，即係都過萬蚊尺喎，過萬蚊尺喎，而家好似唔知咩話。聽講燕松山係啦，咪聽講黃大仙區而家開始有啲私樓豪宅化喎，係咪真㗎？係啊係啊，真係啊！你咪見嗱，漁港灣啦，話一萬蚊尺，燕松山一萬蚊尺，上邊草雲村山頂嗰啲又係叫無敵海景咧，又係一萬蚊尺咯。咁一萬蚊尺。我想一定豪宅啦，係嘛？喺銀碼上，五百尺都五百萬喎。係啊，即係起碼對黃大仙一般嘅街坊嚟講，非常豪啦，係咪嗰個？非常豪，咁所以你見咧入去入住嘅朋友其實相當多，其實係啲國內投資嘅朋友嚇，即係你一行埋去聽，好多都係即係講普通話的，講普通話的，對啦對啦對啦嚇。啊，你提到一個好新嘅概念就係原來街市居屋。嗰、那個出現咧，其實除咗話提供咗某一個階層嘅房屋之外，其實增加咗個社會上邊一啲房屋嘅流動同埋一啲網絡親屬網絡，可以繼續喺個社區裏邊延續落去。呢一樣嘢好緊要的，好緊要嘅，好緊要的。呢、這個因素真係冇喺考慮呢、這、一個，係啊，即係居屋呢個因素係即係而家係講復建居屋，除咗係要俾啲年青人有個階梯上樓之外咧，其實真係仲有一個所謂。要點啊？要彌補翻嗰個社區網絡，我覺得係好重要嘅。跟住原來佢係一個持續社區同埋親族網絡嘅一個策略嚟嘅。係本身即係居屋啊，可以係一個策略，但係其實佢過去咁多年仲服務緊呢冇諗呢件事，冇嚇，冇諗過呢個部分啦。冇諗呢個部分，但係其實真係個居屋本身嚟講係唔單止係服務上樓嗰個嘅需要，亦都係做緊一個所謂成個網裏邊穿咗窿，你點樣補翻佢？啊！以往嚟講咧，雖然政府嘅政策就冇呢個考慮，但事實上民間咧，佢哋慢慢咧係我聽過一啲講法嘅，有啲人綜合咗一啲調查就話呢啲叫家庭策略，即係咁上下邊個儲夠錢就去居屋申請上樓，或者間時有啲人好大火嘅，咁佢有兩個公屋單位，點樣就一個變咗居屋，即係佢哋有個家庭嘅策略，我令到佢哋個網絡可以維持到呢、這個黃大仙其實過去係真係做緊嘅喎，一定有啊，因為其實始終就話你一個。因為傳統的黃大仙區是一個很大的家族嚟嘅，即係多你知二十即係六七十年代已經開始有黃大仙的公屋區嘅啦嘛。當其時啲細路即係好多五十年代有五十年代嗰啲係講緊即係一家十口啊八口啊嗰啲求其我係六十年代住喺黃大仙，即係咁應該都十口八口嗰啲人嚟嘅啦嘛，冇錯啊，好 common 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喺自己嘅腦海裏邊咧，呢一種 mindset 係好強的所以你頭先講就話呢一種嘅即係家庭策略咧，其實就算我哋自己平時做議員都好啦，我哋都好多時咧都 recommend 佢哋用呢種方法去諗佢哋自己成個支援嘅網絡，就唔好咁求咁輕言就係話，我哋攞咗間屋去咗邊度咁樣樣做一啲嘢，咁其實反而就要計埋呢啲數，咁啊令到就話咧往後。家庭之間的矛盾都會少啲。其實我哋聽過一啲嘅家庭矛盾係咁樣走出嚟嘅，就係、是個老人家即係等俾啲細路喺度餓，要改善環境，改善環境啦咁樣樣。咁佢哋又冇辦法去買私人樓啦。咁你公屋居屋又冇咗白，即係冇得申請啦，冇咗白表俾你去尋。咁啊，結果好多時咧就攞埋自己間屋出去咧，無論係博綠表好，或者買二手居屋都，但係咧就會 group 埋一齊住。
咁呢個咧，其實就往往都係帶咗衝突啦，帶咗衝突嘅，因為大家冇得彎轉，冇得轉彎嘅空間。即係本來咧，自己咧就有幾間散嘅，就因為要買樓，所以咧就攞咗個公屋就買居屋，買咗間大啲嘅。係啊，但係相處好啦，同住難，於是反為有個反效果喺度。冇好多時都係咁樣樣，特別去到係九十年二千年度咧，有一個好興嘅講嘅就話長者優先嘅居屋計劃咧。唉，嗰個咧我自己做區咧係一個好即係。好多時係矛盾嘅所在，老人家拎咗間屋出嚟，咁個房屋署就唔會俾佢係拆翻出嚟嘅，嚇、規定咗你有咩矛盾都好啦，有咩矛盾都好啦，就綁死有個 undertaking 綁死。不過你唔綁佢又唔得嘅，好難。即係我都做過房委會，如果唔係咧，你整翻個後門出嚟咧，我明嘅、你俾佢勾翻出嚟，咁又俾佢上樓。咁上完樓之後，你客觀啲咁講喎，又整翻後門出嚟，又再上個樓都得嘅喎。即係如果有三個細路，所以可能咁啊，根本嘅問題。那個老人家就上完一次，跟住第二次，即係唔係嗰個係咁嘅，嗰、那個係嗰、那個就係因為房委會整咗一個叫長者優先嘅配方，先 undertaking 啫。如果唔係正常嚟咧，就照冇所謂嘅，就冇所謂嘅。即係同埋最主要就係年青嗰一代慢慢長大嘅時候咧，佢冇機會透過綠表又好、白表又好，自己去到佢冇得去。佢冇得去，咁啊私人樓又唔掂，咁終於就焗住曬咁樣。有人話咧，黃大仙嗱，即係黃大仙居，我哋講咗多房屋啦，又好得意嘅喎。你係富山村啊嘛，左邊就居屋啦，即係如果我當望住南邊嚟嘅，人住啦嗰邊，嗰度人住嘅。咁你右手邊咧，啲老人家就話又好近嘅啫喎，陰宅喎，即係有個好大嘅即係墳場，同埋亦都有骨灰嘅地方。嗰時骨灰庵嗰個爭議喺黃大仙區好似比較細啲，係咪？即係都好快就你哋接受咗骨灰庵。我諗咁樣樣，我哋應該係可能係比成個爭拗咧，仲要早之前咧，喺黃大仙區已經有相當，即係譬如我哋現有個墳場啦，又喺2000有焚化地方噶嘛，有火化爐嘅嚇，有火化爐。咁後來咧，亦都喺大概2002年度咧，就已經係向區議會咧提出就係話咧要增建一個骨灰龛樓。咁當其時因為始終就喺我哋個墳場裏面啦，所以大家個反響都唔係好大嘅。咁我作為當區嘅時候咧，我自己個睇法就係，始終呢啲嘢陰宅陽宅都係家家有求嘅嘢。咁我當然關心就係話，喂，去到呢一個春秋二祭嘅時間，可能帶嚟嘅交通問題啊咁。咁所以咧，我哋鑽石山個骨灰龛咧，係全香港第一個骨灰龛樓咧，係唔地下嗰層咧係透通嘅。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咧？你喺其他區嘅骨灰龛樓咧，由地下做上頂嘅，係我哋就地下層透通嘅。點解？即係有咩好處？透通嘅好處咧有兩點。第一個咧喺日常嘅生活裏面咧，你就唔使行過就望見。第二個咧就喺春秋二祭嘅時間咧，係可以作為你成個警方要做人群控制嘅時間咧嘅一個 manoeuvre 嘅地方，可以走棧到啊，因為迴旋嘅地方可以迴旋到嚇。咁變咗就再加埋咧，佢亦都。真係將呢一個骨灰龛樓咧做得係，我覺得係好漂亮嘅嚇。好多車經過。係啊，你係相對潮啲啦。潮啲，你係 feel 唔到有任何嘅係即係好似過往啲陰森嘅感覺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係其實始終陰宅陽宅都家家有求嘅嘢係嘛。我哋唔可以話大家都唔使處理，交曬俾某個區啦咁樣，呢、這個都唔 make sense。不過都係香港都係論述，即係呢啲問題咧，其實真係。不是突然間爆出嚟的嘛？其實積咗好耐。其實呢啲問題咧，稍微即係點講咧，又俾啊，即係點啊，又即係呢個政府啦，又俾人鬧得緊，鬧得即係鬧得硬嘅。即係阿黃光啊鬧呢個特首就話冇遠見咁樣。當然我又覺得呢啲咁啊香港事務啊，黃光啊即係少説為妙啊，即係干預響一國兩制，但係喂你又中喎，衰就衰在即係呢啲問題。坦白講句，喂。我哋個香港嘅統計處神早已經嗌曬救命啊！老人家嘅人口好大問題啊，佢亦都唔係做大啦咁樣，但係相關咁樣又配合唔係好夠咁樣。喂，嗱，我問你啦，客觀啲、宏觀啲嚇，即係唔好淨係匿喺呢個黃大仙。得。如果你要噏出當下老人問題三大，或者係老人問題，香港政府應該要做邊幾樣嘢優先咁？我就會睇第一，始終醫療問題咧都係一個緊張嘅。雖然今日咧，如果係對於老人家嚟講，佢喺醫療服務上嘅獲得醫療服務咧，其實已經係相對地唔差。而家政府包底啦，都算相對地唔差噶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嘅已經唔單止已經係老，可能我同你呢一我知而家嘅問題就係即係而家嘅服務水平，一係13% 人口能夠同樣水平維持到25%都頂得順嘅咧。
咁我 OK 啦，我聽到十八已經頂唔順啦，咁解啫，大家都擔心就其實擔心呢一樣嘢啊嘛，咁呢個部分我都一定要正視嘅，係嚇，咁、啊、所以而家咪一路講緊個醫療融資啊，咁我諗我哋自己睇啦，無可否認就係現有嘅係政府嘅系統咧、嗯，做嘅醫療服務咧係相當之唔錯嘅。如果你再喺呢個格局上面再加啲古靈精怪，郭家麒唔係咁講喎。嚇，郭家麒佢咪咁講？但係呢個咁咧，係睇點樣睇啦，係、嗯、嘛？但係大家亦都真係要，如果你去過歐洲啊其他國家嘅話，你都會知道就係喺嗰啲地方醫療使費係幾咁得人驚嘅一件事。即係相比之下，其實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支出底下咧，呢一、這個咁嘅服務基本上個格局。當然你永遠都係㗎，你可以做更好。包括香港嘅所謂即係點啊？嗰、那個 health expenses 即係醫療佔生產總值咧係5%-6%到。係啊。英國啊8-9%。美國13.45%咁樣，即係以咁嘅公共開支嚟講咧，其實呢個醫療服務係相對有效益，相對有效益㗎。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就喺呢個基礎上邊咧，係即係進一步完善。譬如話，你而家講緊過多兩三年啦，政府就話我要將嗰個醫療開支就佔成個政府成17% 咁樣樣。好啦，咁跟住再擔心就往後點咧咁樣，而家成20%，咁點算咧咁樣？咁其中一個講真啦，我哋嗰幾年。前咪有個500億擺咗喺度嘅，個500億一年有55% 嘅回報，一年都有25億新錢入去呢個醫療系統裏邊啦。即係我就成日都咁諗，嗰500億點解係攞嚟做其他？即係一路都唔肯係攞嚟錢生錢。其實香港有咁多錢嘅時候，佢就一個錢一日翻落庫房，有咗庫房咁解啫，係嘛？咁但係你都見到就係你嗰個醫療需要係一路上升啊嘛。咁如果你係真係想改善嘅話，嗰500億還你 set aside 做醫療開支嘅嘢啦。係嘛？咁你係咪應該攞嚟直頭就係做一個人高齡人口基金？咁令到就係話咧，透過錢生錢，透過唔同嘅方法，將一啲錢咧放喺呢一度，等佢可以錢生錢之下咧，去支援住、支撐住嗰個係醫療開支嘅新增嘅需要咧。咁呢個可能對成個社會係有利嘅喎。嗯，咁除咗醫療，仲有咩大問題啊？另一個我當然啦，生死嘅問題咧，我都覺得好重要嘅嚇，即係有骨灰龛，骨灰龛嚇。咁我哋區裏邊而家其實就已經有一個墳場啦嚇。咁因為老人家多啊嘛，咁其實佢哋都好，我睇見上次好開心嘅。上次有18,000龛位出嚟嘅時間咧，我哋區裏邊啲街坊一申請到抽到呢個係轉入山嘅時候，好開心。即係覺得，哎呀，唔使咁慘啦，即係安居樂業，安居樂業啦。佢個開心，開心當日抽到屋差唔多，一樣啊，真係開心㗎。你見佢係佢話，我之前啊，我老人家我拜我阿爺嘅時間咧，要爬上去歌連神閣啊，爬磨合石啊，佢覺得好慘嘅一件事。佢話而家嚟到呢一度不知幾安樂。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即係陽宅固然係需要安居，我知。咁係安樂係個老人家安樂定佢啲仔女安樂㗎？老人家係安樂。仔女安樂，仔女都安樂。老人家安樂嘅意思就係話，因為其實通常都係咁嘅，即係老人家佢哋好。喂，咁即係如實諗花嘅啫喎，都係。唔係，佢係要佢係幫。咩叫抽到？我唔明嘅。嗱 ，OK， 咁嘅老人家自己本身咧，今日好多時都要拜山嘅。嗯。就拜佢啲爸爸媽媽，佢嘅上一代。嗯。咁喺荃灣啊，喺高連神閣。高連神閣嗰啲。嗰邊灣啊，嗰啲。就係可以 relocate 啊嘛。哦，就係、是、可以 relocate， 因為佢申咗有2萬個出嚟，於是咧就申請嗰啲做 relocation 搬佢過嚟呢度，咁然之後咧就搬咗佢過嚟之後咧，跟住自己隔離預翻個俾自己噶嘛。因為佢咧係一家兩口嘅最少，你抽大單位一家四口嘅。哦，即係佢而家啲坎位都係咁樣樣嘅，即係公屋嚟㗎。哦，咁有冇居屋噶？對唔住，冇。可能要發展埋陰宅居屋，咁個網絡就會比較。其實如果係咁計，點解咁多區議會又反對啲骨灰龛咧？我唔明啦。個區議會都反對喎。我覺得咧，即係區議會咧，個區議會反對咧，其實好多時就係當區有一個好強嘅聲音。細即係點啊？近最近嗰、那個釘釘嗰個真係啦，係啦。但係有啲 case 我覺得都唔 make sense。我自己個 person 都唔 make sense。譬如最近我記得有個 case 係沙田嘅石門嘅 case， 我自己睇電視個影出嚟咧係隔咗個石門迴旋處嗰一邊嘅範圍嚟嘅，但係都話咧係會有嗰個嘅所謂嘅影響啊。我諗咧亦有影響，如果係私樓，私樓咧就成日驚自己嘅樓價，喂，公屋居然唔會公屋嚟喎，即係雙黃大仙公屋多啊嘛。但係嗰次嗰個反對咧都嚟自公屋區，咁就真係真係拗頭，真係拗頭。
咁家家有求嘅喎、哦，我就覺得真係家家有求嘅。反而我同意就個設計上面要新穎啲，唔應該好似過往咁咁陰森恐怖嘅種情況。咁呢樣嘢其實全世界都有好多榜，我哋去好多地方去旅遊係睇墳場喎。你去夏威夷點會唔睇嗰個墳場咁鬼靚？啊，我都夏威夷，好靚嘅喎。赤柱軍人墳場啫嘛，赤柱軍人墳場都好靚㗎，係咪？係啦，即係有時好得意嘅，即係總係將呢、這個。墳地啊，陰宅嘅地方諗成一啲好壞嘅、好陰森嘅地方。咁但係其實可以唔使咁樣，唔使咁諗嘅嚇。其實我哋肯正視好多嘅問題嘅話咧，其實呢啲問題都係可以迎刃而解。不過可能又係因為一啲好狹窄嘅利益咧，就會有。咁黃大仙區呢個陰宅問題啦，你即係或者係你講到全港啦，你講醫療，講咗骨灰庵，第三樣始終大家講完陰宅，梗係講陽宅啦，講住嘅問題啦嚇。咁我哋喺區裏邊，我都想講下呢樣嘢，即係我覺得我哋區裏邊咧有幾幅係公屋嘅土地，好騎呢嘅，我自己覺得嚇。譬如其中一幅咧就喺沙田眼村發狀子，唔知你會唔會估到喺邊度？你可能估唔到嘅，喺半山區，喺成個黃大仙區最高嘅地方。要轉公屋，轉居屋啊！你哋唔轉啊嘛，起咗兩座樓。成個屋苑，成個公屋區咧，成屋苑得兩一個服務單位就係呢個 OK 便利店。咁你住公屋嘅話咧，呢塊土地咧係完全嘥咗嘅，因為咧住喺裏邊嘅人咧就要係最近嘅地方就去竹園嘅商場，或者係落去轉山慈雲山中心嘅商場。半山嗰啲應該做豪宅。咁、其實提咗豪宅就算居屋都好啲啊。提我哋講咧就係話，有時你一定要個社區一個好嘅 mix 啊、我係比較想強調個 mix 個問題。即係變咗唔係某一種房屋嘅類型，係個 mix 嘅問題。個 mix 嘅問題，同埋嗰個土地本身咧，其實如果你係做公屋嘅話，你已經眼前見到問題，冇交通配套。冇入日常嘅生活配套，咁但係你住公屋居民嘅話咧，如果你要佢係咁樣生活嘅話咧，對佢嚟講係一個額外嘅負擔，經濟成本嚟嘅，成本嚟噶嘛。但係如果你嗰塊土地，你係作為係居屋好，作為私人土地都好，你會係吸引到有經濟能力嘅人去住，佢會覺得嗰個坐北向南永遠都有嘅無敵海景咧，值錢嘢嚟噶嘛，係嘛？咁佢可能會係願意 settle 就係話，我鄰近少少都唔緊要，反正奔杯去買餸啫嘛，冇所謂，係嘛？咁樣係會令到個社區個 mix 係好啲咯嚇。咁、我覺得你嗰個觀點好好，就係話而家對老人家嚟講，係啊，公對老人家嚟講唔係淨係一間屋嘅問題，一座樓嘅問題，係一個社區嘅 mix 嘅問題。咁今日我哋好多謝阿胡少偉嚟到咧，對我有好大啟發。原來面對長者嘅需要，我唔知阿盛玉佳同唔同意？有三宅、新宅咁呢個醫療問題啦。陰宅之後，更加重要第二，一個陽宅。而個陽宅咧，仲唔係一個宅嘅問題，係一個好好嘅共融嘅社區，一個網絡，一個社區嘅 mix 係嘛？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好，我哋希望即係負責長者政策嘅人咧，可以聽到下呢一啲嘅觀念，呢一啲咁嘅睇法，咁就能夠即係制定更加好嘅政策。冇錯。今日我好多謝胡志偉嚟到，亦都多謝盛仲佳同我哋一齊。去拍檔主持呢一個 hea 爆香港，咁下一期我哋繼續同大家 hea 爆香港另一個題目。好啊，多謝大家，拜拜。OK， 拜拜。拜拜。